行政長官，房屋問題嚴峻是社會主流的絕對共識，你見到我們本會幾個同事一問的幾條問題都是講房屋，你就知道。但是今天我不想講太遠，我想聚焦講關於輪候冊的問題。根據政府的數字，現在輪候冊就28萬戶，輪候時間很長，動視都去七八年，很多人都是。而劏房戶呢就有93000戶，牽涉到210000市民居住，而當中的劏房兒童亦都是你口中最關心的呢，其實有40000人。很多的家庭以至兒童呢要在張床上吃飯、做功課、睡覺，都是那個地點。相信呢大家都見到的畫面都很悲哀，亦都是一個悲哀令人傷感的數字。我想問特首，你口中都說我們關心劏房兒童，你亦都是前發展局的局長，過去覓地都是你的責任。你覺得今日香港土地問題去到呢個田地，你有冇少少責任呢？作為香港現時最高的領導人，你有冇覺得對唔住我剛才口中提及你呢班住喺不適切住房嘅市民呢？有冇愧對佢哋呢？你有咩果斷措施為佢哋解困呢？行政長官。首先呢，尹議員或者各位議員呢，唔需要再引述呢啲數字。香港房屋問題嘅迫在眉睫，香港有好多嘅市民居住喺極為惡劣嘅環境，我了如指掌，我亦都常常放喺心裏面。咁所以點解我哋先咁慾緊，即係希望同社會呢嚟到去盡快討論出一個土地供應嘅出路。但係正如我頭先亦都答咗阿鄭議員呢，喺土地供應未到位之前呢，其他可行嘅方法，無論係被人形容為杯水車薪啊，我哋都做，因為幫到一個家庭呢，就是令到一個家庭可以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咁但係即係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呢個工作呢？其實係需要大家嘅努力。譬如你同我翻舊帳，我作發展局局長，我有冇做覓地嘅工作？我2007年上任就知道情況不妙，咁所以已經將當時上屆政府擱置咗嘅新發展區拎翻上嚟去做。我亦都知道維港以外填海係無可迴避，所以喺2011年咧，我已經啟動咗一個維港以外填海嘅研究同埋公眾諮詢。我知道創新好緊要，我親自去到北歐睇下點樣用地下岩洞提供多啲嘅土地。呢啲一個一個而家就演化成為我哋嘅政策措施。但你會話點解咁耐都未見到有熟地愛嚟起樓？就是、一連串嘅問題啊嘛。收地的問題、清拆的問題、衝擊立法會的問題，現在在法庭要解決的有些問題，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呢，是要大家有一個共識，有一個互諒的互讓，就為了剛才你說那些居住環境惡劣的市民呢，來到去作出一個抉擇。主席，既然行政長官呢說到收地、說到土地大辯論，我一定要追問之前指出你說的不是事實全部，只是一半。香港市民好不幸，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我們見到政府依然是向權貴和既得利益者甚至大地產商傾斜。你只是說要覓地，粉嶺高爾夫球場已經很好的例子，2020年到期是可以提供172公頃的土地，政府的數2026只是需要49公頃去到解決這個短期的房屋荒，公營房屋的部分49公頃而已，只是這個場已經解決，為何政府不果斷呢？另一個例子是收回土地條例。尹兆堅議員，你只有做一個簡單的跟進問題。主席，我而家即時問問題。主席，你俾我講，我即時問題，我時間未到。主席，唔係呢個冇時限嘅，只係你我而家就問問題。主席，你聽我講埋。尹兆堅議員，你發問咗你嘅跟進問題。我想追問特首。請你坐低，行政長官。搞錯，主席，我啱啱嘅問題，我想追問特首，你咁樣答我。你已經一個簡單跟進問題，你快啲講完。我不是幫到出面，這個是個規矩。不是，特首都想答喎。我不是不讓特首答。你讓不讓我問完？我現在就問問題。你快點問完你的簡單的問題。OK， 主席，那你不要打斷我，你讓我問問題。我想問特首，我剛才已經給了一個例子，我問你，你敢不敢公開向本會和全港市民在這裡承諾，拿出你的勇氣、魄力、良心，保住你自己好打得這個牌坊，在土地供應大辯論有了主流共識之後，可以向這些權貴、地產商、既得利益者說不，行使既有的法定權利，包括收回土地條例，以至由落場用地所寫的種種規例，收回高球場，
同埋大量向地產商收回囤積的荒廢農地以至棕地，去解決香港中短期的房屋問題。多謝主席。行政長官，我已經講了土地短缺的問題的嚴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亦都啱啱上個禮拜啟動了有關的諮詢的工作，就住各個選項呢，土地供應小組收集了社會的意見，特區政府一定是非常之嚴肅非常之認真去考慮各個方案解決我們土地不足的問題。但是今天容許我花少少時間呢，回應剛才尹議員說為何不會收回曬地就搞定啦，而事實上我聽到在這次的財政預算案的辯論都有幾位議員都是說話我們沒有膽去喐啲權貴，因為如果有膽你咪簡單啦，用收回土地條例這個尚方寶劍。事實上我們每日可能每日都真係用緊收回土地的條例呢這個尚方寶劍，去收回一些我們是需要有公共用途的私人的土地，這個是日日都在做的。如果不是這些新發展區啊，這些你們不是很喜歡聽到的橫洲的發展怎樣可以做呢？這裡面一定是有一些私人的土地，但是這條收回土地條例不能夠隨意去用的，這裡在座都有一些經過法律訓練的人，一定要證明有足夠的證明呢，是它有一個公共的用途，有足夠的平衡 balancing， 是你不是刻意隨意去侵犯私有產權。特別是在1997年7月1日之後，我們有基本法，基本法第六條和第105條呢都是保障私人的產權，亦都在法庭呢是受理過的。基本法第六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第105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時所有人得到的補償的權利。事實上即使我很有膽，我都覺得我是一個相當有膽的官員。好了，我明天去用收回土地條例，這些覺得私有產權被侵犯的擁有人會採取什麼反應呢？司法覆核告政府，那你說就打官司咯。一場官司可以鐵當幾耐呢？我給個例子大家知道，我相信很多在座議員都時常經過或者駕車經過灣仔告士打道，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沒有問，喂，這個灣仔警署搬走了很久了，大大話話搬走了8-9年，而灣仔警署和後面渣啡道以前的灣仔警署宿舍是預了做商業發展，而公布它做商業發展用一個當時陳淑莊議員都好像贊成過的所謂 linked site， 不准拆過灣仔警署這個歷史建築，但可以在後面渣啡道起高一點的商廈，那我們香港就有一個新的保育的形式出現。這個項目當時受到市民歡迎，是我作為發展局局長公布，為何現在還在曬太陽呢？就是因為有人覺得不是這個灣仔警署和那塊地，而是在這個地處於那張灣仔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有某發展商覺得在城規會改劃過程侵犯了他的私有產權。石禮謙議員不斷在這裡頭，因為他知道這個個案的來龍去脈，一拖就是8-9年，到今天未解決，所以今天都不賣得，黃偉麟局長今天都不可以賣這塊地，因為那張圖還晾在這裡，大家還在這裡做很多法律的程序，或者做完法律程序又回去做城規程序，然後才可以拿回來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尹議員，你是不是想見到新界的地每一幅就是經歷一個這樣漫長的司法的程序，不能釋放，不能滿足香港市民的房屋需求？所以我們現在，我相信專責小組想出這個方案，就是想一個方法，怎樣可以讓私人發展商多年來聚集了的私有產權，即是他的土地呢，能夠有效釋放出來，滿足到社會的需求。所以這個方案肯定不是只是幫私人發展商，你發展土地你用來賣20,000元一尺，一定有很大的公眾利益才會做。但如果都未開始談就說是輸送利益，
是官商勾結，是向權貴跪低，這個是否公道的說法呢？這個跟我們特區政府所有官員這麼用心去施政，希望解決社會的問題，是否有些不是很公道呢？我知道我是花多了一些時間，但這個問題一日不清楚展示一次呢，這一場的辯論是會在一個錯的基礎那裡來到去進行，是我所不願見。多謝主席。